哎，要约会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收到了吗？我手机在房间。哎，小屋将迎来一个新的日子。哦，又来？是不是马伯骞？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女孩子吧？去客厅，客厅那里有。哇哦，在哪里啊？有人出现了吗？男女不知道是吗？对，珠海，珠海。珠海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么刺激啊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女孩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咱们这一季真的颜值都很棒，战斧牛排纯爱战士，战斧牛排，是我们是我们没有出现过的食物，对，战斧牛排。可以，嗯，颜值即正义，向往更深的体验，主动追求想要的浪漫，他是主动型的，一定是个E人，肯定是。哎，好期待哦！这太快了吧！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地图，节奏好快啊！肯定整个的这个局势又会发生变化。哎，好期待哦！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一下后面的故事。珠海市，嗯，赶紧吧，迫不及待了，已经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哇，哇，有，哇，好俏丽哦，黑长直，好瘦，平底鞋，有自信。哇，好亮眼哦！哇，这好高啊，感觉。哦，这真的挺高的，又瘦又高的。哇，五官很立体。我猜应该是 Tomo 去跟他吃饭 ，Tomo 都没有时间回小屋住。收到这个信息。我哦，一辆车。啊，又新的人呐、啊？不是吧？是新人吗？超猛吗？奥斯卡？不是奥斯卡吧？谁啊？哎，张牧尘，张牧尘，张牧尘，为什么是他？他得票最多，人气最高的男生，人气最高的男生。哦，Hello， 啊 ，Hello， 嗯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等的有点久。哦，还好还好。我从深圳那边过来的，所以有点时间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嗯。好僵啊！我叫赵牧尘，我叫王琦，王琦，你可以叫我七七，比较好记。七七，七七，嗯，那我就叫你牧尘。哎呦，可以可以。你是从深圳那边过来？是的，我在深圳工作。哦，嗯，我是在珠海上学。哦，学生哦。嗯，然后我学的是服装设计。我们专业的。哎呦，北师大珠海分校。哇，他自己做的，心灵手巧。
看得出来很有艺术的气质。可能也是因为学美术吧。嗯，我昨天看到那个你的那个测试的结果是战斧牛排，然后上面有一句颜值即正义，就感觉对美是有追求的，就跟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相符。你也挺帅的。他很自信诶，也很大方。咋样？你现在紧期待不？紧期待不？挺期待的。嗯，毕竟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你。明显七七对赵慕辰印象不错，现在眼神不太一样。对。我主要是我是我们昨天晚上知道今天。就是一位珠海的小伙伴会加入我们小屋，然后就是作为我们小屋的代表来欢迎您回家。说话比较舒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代表挺好的。代表这女孩挺喜欢。挺喜欢赵慕辰的。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进去多久？差不多。5天啊，这样。你做服装设计，你是不是也会画画？嗯，会。有一间小屋，它有一个画，就是艺术空间，就是可以画画。这么好？对，所有的笔啊、颜料啊、装备都特别齐全。太好了。对。天，会画，会画小屋。哦。你看我像哪里人？很会主动找画。我觉得像北方人吧。你是南方人吧？啊，我，你是北方人。嗯，看起来有那种南方女生的那种，就看起来比较温柔，看起来。哦，我是山东人。你是山东的？那你是就是高中前都在山东，然后来这边读？是，我在这，对，上了大学不等于，就感觉珠海这个城它挺慢的。但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珠海。没事，这也不是一个那种旅游景点。但挺好的，因为这边。就第一次来能来景色这么好的地方，感觉挺开心。确实。哎呀，战斧牛排。战斧牛排。你快吃点吧，我觉得你应该饿坏了，等了好久。还好还好。我感觉你这一路就是长途跋涉，感觉应该会挺饿的。哇哦。没事，可以吃的，我陪你吃。我吃一点。琪琪现在的眼神有好感，对不对？也有好感。那你平时运动多吗？平时运动的话，我会跟朋友一起打打篮球吧，但打得很菜的那种。哦，会打篮球啊。哇，女生会打篮球很加分呢。我会打篮球。那你可以教我，因为我真的很菜。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，就我也打着玩。没事。那你应该是个艺人。啊，对。我就是艺人。那你嘞？哎，我是艺人，但我感觉我不是那种特别艺的那种艺人。对啊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。哎呀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刚认识。再相处相处，可能就知道了。哎，压不住了，压不住了，压不住了。而且你知道他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在放电，对，他在释放魅力，对。没关系，大家
就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你看，澳门。是吗？啊，那边就是吗？对啊，对面这一些都是澳门。都是啊。嗯。哇，晚上这样看澳门好好漂亮啊。对，很漂亮，而且夜景澳门真的太炫了。哎，那你经常去澳门吗？只是因为坐船应该挺方便的。其实挺搞笑，我一次没去过。啊，真的吗？但我香港已经去过好多次了。没关系，你虽然没去过，但你看过很多次。对，我真的。那边有颗星星。那是飞机还是星星？我感觉像星星。嗯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是云在动。嗯，那边也有一个。要不我们往回走？嗯，好啊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我们来聊一下对这位新朋友王琦的初印象。就很大方，很自信，然后很愿意让别人主动的关注到自己。他还是比较淡定冷静自持一点，虽然能隐隐感觉那个热情在后面酝酿，并初初见面嘛，可是是的确是一个很大方的女孩子。小明，你能站在你的角度啊，你能感受到为什么沐晨是得到短信数最多的吗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好像他跟谁都比较聊得上，他跟谁聊任何的话题，他好像都可以侃侃而谈。嗯，羽凡的那个汽车的他也能聊，潜水的也能聊，就比较博学。同时他性格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，就是他比较内敛。他说话的方式就是尺度上让人觉得比较舒适。嗯，而且你知道我有注意到一个小地方，我印象中他是不是会弹钢琴？是他。通常啊，男生他一定会想要让大家都知道，哦，他会这个，他会那个。嗯，其实可能有个 moment 他就可以弹一首歌，他从来没有说去张扬这件事情。就男生来看，我觉得这个很加分。嗯，是。就我觉得他不仅是对女生很 gentle， 然后他连男生都照顾他。嗯，比如说米蝶的时候来嘛，因为语言他还是做了那个椰子鸡给他。其实那个超贴心。超级。因为他是对同性，他也不是说对女生。这个就算女生看来都会是加分。嗯，而且明显能感觉到他对赵慕晨还是有点好感的。嗯，不然不会主动提那么多的问题，现在的感觉有一点点微妙。嗯，他们这个约会就是很顺，但是我非常期待他去见到其他男嘉宾的这个转换。哎，转变。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只有一个人，但是并不一定就是他的百分之一百的那个天才。你不觉得他跟 Tom 很搭吗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搭在哪里呢？你们他们还没见面呢就开始搭。他搭在每一个地方都很搭。啊，每一个个子，个子，然后喜欢运动，气质，气质，气质，对。搞不好就被老师点中鸳鸯谱了。哎，我很期待他们见面，但我很担心他们没有机会约会啊什么的。哎呀，哇，你都担心到这一步了，真的是。有点搞姐，就是。走，去哪里啊？逛逛你们这里。战斧牛排。哎，他不会跟沐晨约会去了吗？啊，说不定有可能的。有情况？哎，小咪有点在意，他们俩都喜欢赵沐晨。对呀，啊，他们两个都中意他。颜值即正义，不满足于麻木重复，我应该喜欢刺激。你喜欢刺激吗？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我喜欢跳伞、蹦极，一切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是唐小白，对。你的生活搭的是糖醋白火，对。
木车跟小咪都是冰淇淋，这好喜欢，好喜欢什么？冰淇淋，冰淇淋。哦，喜欢冰淇淋，喜欢你。木城也是冰淇淋。就这边，回家喽。两栋，哇，谢谢，哇，走吧，冰淇淋回来了。汤姆，我必须投汤姆的票。来吧，期待这一刻。走吧。哇，好好啊，环境。这是露台吗？参观一下。不是，这是客厅。啊。然后上面有一个天台，你看那边。嗯。二楼。啊。有个露台很大。好好。然后702里面有个小露台。嗯。然后底下有咖啡厅。嗯，咖啡厅。然后有健身房。那你们早上会有人去健身吗？目前好像还没有。我们去哪里？你最后可以选，那我们先看一看。好。啊，他可以选是吗？嗯。那我先开门。哎呀，我的钥匙呢？哦。硬要聊。小明一下子就跳起来，从椅子上。他想说，应该是沐橙去跟他们约会。回来了吗？来吧，迎接。哎呀，来了。哦，来了，好期待哦。